大家好，我是孙世前。这次联手机动都市阿尔法是我第一次和机甲游戏合作。在机甲这个宏大的命题上，我更善于制作实体机甲装置，因此和开发组之间产生了一些很有趣的理念交融。本赛季当中，我参与监修和指导了部分赛季典藏皮肤的设计，对应着四款契合赛季主题的机甲。这个赛季我们希望讲述的是未被 AI 管控的人类和 AI 军团斗争的故事。让我们先看一看第一个典藏当中两款属于人类阵营的机甲皮肤吧。第一款皮肤是北境的啊，我觉得北境骑士的设定非常棒，很有机甲的厚重感，类似大多机甲 IP 当中的精英机体，拥有很大的创作空间。因为北境的设定是一款以长城护送任务为使用场景开发的机甲，因此我们就让这款机甲皮肤成为人类阵营军团的卫队长的一个身份。整体设计上，我们让造型元素高度一体化，简单的黑白配色之间点缀着少量的红色，以及艺术性与实战性为一体。另一款皮肤是亚瑟的，亚瑟的这款机甲默认造型设定当中有着中世纪骑士铠甲的感觉，而且在游戏中大剑挥舞的感觉非常非常棒，这一点我相信很多玩家都体验过。而且大剑与披风的搭配非常有领袖之风，作为这个赛季当中人类元帅的坐骑再适合不过了。既然是高阶将领的座驾，领袖气概是非常重要的，因此设置了机体多处的尖角和比默认造型更加巨大的剑，处处透露着压迫感，让士兵有一种感觉与这样的长官一同作战必将获得胜利吧。同时将背后的披风替换成机械翼，也让它拥有高速高机动的素质。是的，人类阵营的皮肤都脱离不了士气的概念。我希望传达的是，士气高昂的军队战斗力必然会非常强大。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小细节等待大家自己去发现，希望大家能和我一样喜欢他们。最后祝大家游戏愉快，和自己心爱的机甲一起进步吧。